的盛会。所以在咱这晚这个时间上，咱是不是用着咱热情的掌声，要特别来有请到是我们的林竹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方，同时有请到我们主桌方上所有的贵宾好朋友们，跟我们的竹伟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好吗？来，有请有请，是我们的刘科李竹伟，来欢迎我们的刘科李竹伟。那呢，也感谢到我们很多的贵宾哦，也特别看到我们的严总啊，当然呢，也有看到很多很多我们重量级的 ，OK， 都是呢我们竹伟熊盖后的朋友哦，在咱在那里，这会来到咱的演出当中。而且我们楼梯的方向，在今天舞台的左手边，在舞台的左手边，那也邀请到我们今天所有的贵宾移动你的脚步，主桌方向，我们的贵宾来移动你的脚步，来到我们今天的舞台上方。特别要跟我们现场的好朋友来致上的是120,000的感谢，在我们今天这个最重要的日子哦，那也特别再一次来感谢到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，来邀请到我们今天上所有的贵宾，欢迎欢迎。来，那同时邀请到我们的竹伟，我们的刘科李竹伟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让我们的贵宾先来就定位，先来就定位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支麦克风先交到我们竹伟的手上，跟大家来做个感谢，谢谢，有请竹伟。啊，千言万语，真的不知道说什么，只有真的120,000的感谢大家，今天的莅临，新竹宫有你们真的好，谢谢，掌声鼓励。啊，今天呢、啊、是我们新竹宫的入伙安座大典。新竹宫从无到有，经历了大概20-30年，那在机缘之下，啊，正是我们这个蔡董蔡孟共先生他的大力支持，哦，才能有今天的新竹宫这么富丽堂皇，好的，这一间庙宇完成，哦，本人代表新竹宫，啊，感谢我们蔡董蔡孟共先生以及他的这些啊团队。他的好兄弟，大家一起帮忙，这样，谢谢，谢谢，再度热情掌声，谢谢我们的主委。那接下来我们麦克风是不是交到我们严董的手中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严金彪董事长也特别来到现场，掌声欢迎。啊，多谢，多谢咱朱启林啊，恭喜咱老主委，甲咱啊平吉乡吼啊，咱的乡主啊，佮有咱的副主委啊，甲咱所有。啊，即技术人员、咱所有委员，啊，咱上市科总干事，甲咱行政长咧，啊，所有的即个义工团队啦吼，啊，佮咱啊带动的吼，啊，恭喜啊，咱老早时咧，啊，有咱国油奖吼，啊，咱的即个沙丘马吼，啊，甲咱小琉球吼，啊，咱来自全省即个好朋友吼，爱使讲咧。咱这个啊，行德江呢，是咱这德堂吼，啊，会使讲呢，啊，食无简单啦吼。哦，恁这行德堂呢，啊，有咱这个拄则咱老主委讲，啊，咱蔡董呢大力支持啦吼，啊，担任着咱的大总理，啊，以号召之下，啊，但是讲咱林董的蔡董的吼，啊，甲咱老这时呢，啊，这个罗董吼，啊，甲咱所有啊，啊。咱遮个好朋友，大家共同嘞，啊，来，咱个参加着咱用圣主公的这个啊，入去安祖大殿啦吼。我讲吼，实在讲，有够讲起来，有够吼啊，大殿搁庄严啦吼。因为啊，咱这个所在也宽吼，啊，即爿土地是寸土寸金，咱也是嘞，啊，德堂嘞，要即爿所在，干那位德堂入来吼，看到这大殿啊，拢足侪景哦。这确实无简单啦吼，我若互恁拼落，我这南疆连面就去互恁拼过吼。所以伫遮呢，啊欢迎咱行德疆呢，啊，莫干那甲沙丘马交配啦，原来先甲这南疆交配者吼。这神吼嘛是爱请出来，咱来甲捐出去吼，人交人，神交神，那好无？好。我厝的嘛，福西宫的尊王吼，40多年啊，我21号就福西啊，我即摆65号啊，所以讲呢。啊，我来拜足久的啦吼，实在讲起来有拜有保庇吼，所以伫遮呢，甲咱所有的遮个好朋友共同呢，祝福咱啊，即、這个功德村王13太保，啊，佮咱
这个六太保吼，啊，坐伫咱的主位吼，啊，号召之下，啊，你若开愈多啊，伊会保庇你赚愈多，身体健康，事业发展，吼，啊，祝咱来参加国游宫的大家。哎，但讲香火鼎盛，信徒观点啦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好嘞，谢谢我们的严董。那我们是不是邀请到我们其他的贵宾，也跟我们现场朋友来打声招呼？老先生，干嘛要讲几句话？好 ，OK， 这个很客气了，好不好？来，那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在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呢，一到靠点哈，有点咱的注意当然，咱边要写咱的恭祝啦哈。啊，算了，咱真济真济，来在中华贵宾可比，当然我们手中哦，特别带来这杯满满感恩的茶水酒水，要来敬我们台下所有的好朋友。所以，我们台下的朋友，桌面上的果汁杯、酒杯准备好，我们共同高高举起。代表今天这场的盛会有大家的参与呢，一定是非常的成功，非常的圆满。接下来主持人倒数三秒之后，我们全体的好朋友就一同来做干杯咯。现场倒数三二一，请干杯，谢谢。在我们今天舞台上方再度来感谢到我们所有的贵宾好朋友，那同时呢，今天吗？要唱新展威勇吗？好 ，OK， 我看。好，本来等下咱找一个时间来做安排，好不好？不要让我们的贵宾站太久。好，所以在我们这个时间，我们再度热情掌声，先来恭喜到我们的新义主公，所有的这些执事人员，那也感谢到我们今天很多的贵宾好朋友，啊，来跟咱今天的啊，咱的贵宾当中嘛，哈，啊，同时也不要耽误宝贵的时间用餐的时间，我们继续的有请到我们的贵宾哦，移动脚步，再度回到我们今天主桌的方向来继续用餐。